看过台中的消息，来看台东的消息。台东无当一立委候选人柯瑞群呢，被人检举讲送一挂贵重的物件。台东地检署以违反选罢法60000元交保，这个柯瑞群交保了，随出面说明，甲检方呢伫对呛。伊真无奈讲，即个竞选的宣传物是2元的面纸，即个点心嘛是竞选总部成立时，即各方好朋友来胡言的，啊，是安怎加食一粒包啊，就是贿选。伊讲伊被针对，嘛表示讲减掉是一定受到上金的压力，才会做出这款的处理。会而已，怎么会有事情？人情无奈，出面开记者会。台南县波东一立会候选人柯瑞群，前一天因为违反选罢法，被检调搜索60000元交保。有些老人家在他们的逼迫之下说：“有了，我吃了包子以后，好像我就对疫情的印象比较好。”这交保出面说明，因为前一天一早8点外，柯瑞群服务处被调查官大动作搜索，伊嘛晓家己的竞选品回信纸画冤枉。是不是认真做事的人？怎么会想到他呢？我真的很奇怪。台东地检署下昼嘛开记者会，讲有证据，柯瑞群敢那用礼品贿选。那经检察官讯问之后，认为许姓被告他这个涉嫌违反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的罪嫌重大。昨天早上的舆论的发表，他们实际上觉得说受上级政府的上级的这种压力太大，而且不被提出检讨。所以他们务必一定要再做这种处理。含检方对涉，因为波东就参选的柯瑞群含国民党闹分裂，伊嘛笑讲家己是上善者候选人，不过台东立委选情是有够激烈。民进党一个罗坤祥最近则含萧美琴合体，含台东乡亲面对面谈话，大家小亲也能为民进党党内初选输气，推动出来选的老造好，拼立委连任，哪条分体选票散去，国民党一个黄建斌是有好友机徛台有关消息，三个候选人针对柯瑞群问题全部拢无回应，基政区有候选人传出贿选，嘛搁一摆扰乱台东政府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